这期我们来开海拉鲁平原的鸟望台。这个鸟望台的外围啊，有很多怪物。常规思路的话，就是把怪物都清掉，然后就可以顺利的开塔。但是对于前期来说，我们的装备啊都比较有限，血也比较少，所以说和他们硬拼的话，显然是非常吃亏啊。那我们这里就直接硬冲进去，因为我们这里要冲进去啊，所以你来之前最好先把血补满。只要你是4颗星星满血，基本上是随便往里冲。